靠近云顶半山的巴登加里发生严重土崩，死亡人数增加到21人。尼可敏证实出事露营地非法营业，全国河边即日起禁止露营7天。民众华小的7名老师和亲友，总共23人结伴到云顶半山露营，却不幸遇上这场土崩。目前只有7个人被寻获，其他人生死未卜。执政党加强合作，签署谅解备忘录，保证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做满5年。同时规定国会议员必须支持有关政府稳定的议案。开始马上带您关心云顶半山附近的大土崩事件。晚间最新的消息是，这起事件造成了21人死亡，还有12人生死未卜，搜救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令人震惊的是呢，虽然出事的有机农场提供多种休闲的活动，但是呢，当局证实业者的营运执照是只可以从事有机耕种，但是呢，业者却非法的提供露营活动，而且非法营运已经长达2年。一大片翠绿的树林中，明显看到大面积土崩。雪州巴东加里位于云顶半山的地方，16号凌晨发生严重夺命土崩，大片土石从半山大路旁的地方向下崩塌，整个山坡被土石切成2半，严重程度可想而知。出事的地点位于巴东加里往来云顶的路途中，距离云顶高原还有10多公里。土石崩落的下方虽然没有建筑物，但刚好就是一个露营场地，当时有近100人在现场，因此导致伤亡如此惨重。多辆轿车被树木和土石冲得毁不成形，消拯局凌晨接获投报后摸黑到场救人。虽然传出生还者平安脱困，但现场陆续发现10多具死者遗体，消息令各界震惊。截至中午10分，消拯局证实有60人获救。Kita ada 94 mangsa dipercayai berada di lokasi kejadian semasa kejadian tanah runtuh berlaku.Daripada 94 yang kita apa tu kenal pasti ini, 53 telah dikeluarkan di peringkat awal lebih kurang sebelum pukul 9 pagi tadi dan dibawa ke balai polis untuk tujuan pengenalpastian. 7 mengalami kecederaan, jadi kita telah ada 60 yang...内政部长塞夫丁和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尼可敏赶到现场了解灾情。尼可敏证实，业者其实只取得执照进行有机耕种的活动，但业者却私自提供露营服务，明显已经违法。Site ini sebenarnya diusahakan tanpa lesen. Dia tidak memperolehi lesen kebenaran untuk beroperasi sebagai campsite. Di tidak ada lesen diberikan oleh majlis Hulu Selangor dan ini adalah satu kesalahan di bawah Akta 133 iaitu Akta Palik Bangunan。尼可敏放话，业者一旦被定罪，最高有可能面对3年监禁或罚款50000令吉或2者兼施。此外，为了防止最近的连续大雨再酿灾，他也通知全国155个地方当局立即清空河流附近的营地，禁止露营活动，为期7天。同一时间，内政部也下令暂停巴东加里一带所有的户外休闲活动。部长塞夫丁说，眼前最迫切的是寻找失踪者，但当局之后必定会彻查追究露营业者的后续责任。但令当局不解的是，事发地点过去2天没有出现豪雨，出事前也没有任何土崩预兆，没有土地龟裂或树木倒塌。因此掌管基础建设及农业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一战透露，州政府也会展开调查，厘清土崩的真正原因。事发后，警方关闭巴当加里部分路段，导致附近的雾桐再野交通圈往云顶高原的路段出现长长车龙。云顶业者也呼吁旅客暂时改用加乐大道。
大土崩发生的时候，吉隆坡民众华小七名老师和他们的家人朋友一共23人正在事发现场露营。那民众华小的家协主席余申恩就证实说，截至刚才的晚上7点，23个人当中有7个人平安获救。Based on our records, is seven teachers. Okay. Yes. And then the balance is their family member, and then the you call it their friends. Mereka masing-masing ini bukan bawa aktiviti sekolah. Tak ada terlibat dengan sekolah. Bukan yang dianjur oleh sekolah, bukan dianjur oleh PIBG. Hanya mereka sendiri mungkin dengan sekali kawan-kawan dan mereka apa itu sebab of the holiday. So they go together lah.余申恩傍晚在双溪毛诺医院接受访问时指出，在查询医院和警局的搜救名单之后，目前没有看到这些老师和他们朋友的名字，所以推测这群人还在等待救援。至于已经获救的7人当中，有2人是老师，一些伤者还在医院，有些则回家了。实际上，这23人的露营之旅原定今早结束，但是没有想到天还没亮就发生土崩。而另外，教育部长法迪娜在刚刚的晚间7点多抵达了双溪毛诺的医院来视察。人在现场的本台记者林小倩已经掌握了一些最新情况，小倩请说。是的，主播。那么记者现在身处在这个雪兰莪双溪毛诺医院。那么在刚刚的这个7点14分哦。这个我们的教育部长法迪娜他就抵达了医院，然后他就随即的进入了我身后的这个科学见证组，来去慰问里面的死者的家属的。那么他在20分钟后左右就出来向媒体发言，那么他只说了短短的5分钟。那么他的发言当中呢，大概的内容就是他对这件土崩的事件感到很遗憾。那么他至于这个土崩当中的这些罹难者，还有生还者，还有伤者的身份，还有他们的年龄，这些的细节呢，他们都还需要再跟等待卫生部还有医院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数据出炉，他们才能公布的。那么他另外也证实了一件事情，那么就是在这件意外当中呢，的确是有这个民众华小的学生是涉及在当中的。不过他强调，他说不确定这些学生他目前的情况是怎样，是受伤了，还是已经罹难了，还是成功的获救了。那么更多的详情我们还需要等待这些官方的数据。那么还有一点的就是，他希望全国人民都可以给予这些家属们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去消化、去处理各种事情，不要一直的去追问事件的发展，耐心的等待官方的宣布。好的，那么另外呢，教育部也会提供这些家属们一些的包括这些金钱的援助，还有心理的咨询，帮助他们能够渡过难关。他也呼吁全国人民一起来为家属还有这些受伤跟罹难者一起来祈祷。那么另外一些关于记者驻守在这里的双溪毛诺医院呢，刚刚在根据记者的了解啊，这些现场是有大批的媒体驻守的，那甚至有一些媒体是下午1点就开始驻守在这里。那么这个双溪毛诺医院呢，根据了解是案件的罹难者的遗体都会送来这个医院呢，那么至于伤者呢，都会分别送往3家医院接受治疗，分别是士拉央医院、吉隆坡医院还有新古毛医院的。那么接下来会有更多的详情，记者会继续的留守在现场。那么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最新消息，把时间交回给棚内主播。
好，没有错，这场土崩呢，目前还有12个人是生死未卜的。我们呢，希望呢，这个生还者呢，或者是说失踪者，可以尽快的寻找到他们的下落。好，这场突如其来的土崩事故呢，是震惊全国。那生还者包括了本地还有外国人，当中就包括了6名孩童。那其中一名脱离险境的农场员工说，今天凌晨前后发生了2轮土崩，所幸他们赶在第二轮土崩爆发之前逃离现场，否则如今可能成为土下亡魂。那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就表示说，州政府会重新检讨露营地点的安全守则，确保悲剧不再重演。凌晨大约两点的一场大土崩惊醒全国，其中51名生还者中午被安置在雪州乌鲁因巴鲁警局，当中包括6名孩童、15名农场员工和其他人，他们一个个面露倦容，绝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和外籍客工，此外也有几名来自新加坡的游客。其中一名农场员工回想土崩发生时依然心有余悸，他说土崩是在大约凌晨2点发生，事发当时的声响犹如大风吹袭，先是第一轮山体滑坡把他和同事从睡梦中惊醒，随后第二轮山土再度倾泻，一瞬间把宿舍给淹没，情况十分骇人。Malam dua pagi, tengah kita tengah tidur lah. Satu kali first time mari, ya untung kayu batu kena kita dalam rumah belum kena lah. Kena tiang, cuma kuat tu yang kita sudah bangun. Kita semua selamat kawan-kawan lari satu kali terus sekali lah. Terus kali 20-30 minit.Lama lagi satu nombor kali mari itu yang tak ada lagi masuk-masuk.受访的缅甸籍农场员工在我国工作已有12年，所幸他们惊醒之后及时逃离现场，只有部分员工的腿部在过程中弄伤，并无大碍。掌管环境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巡视灾区时也到警局慰问生还者，他直言这是一场令人伤心的悲剧，雪州政府会制定一套新的露营安全守则和标准作业程序，确保悲剧不再发生。Tapi kita akan tengok balik, kemungkinan kita akan buat satu guideline baru lah. So, kalau nak mengadakan campsite boleh, tapi kena ada jarak, berapa jarak nak ada curug. So, yang ni berlaku selalu dekat dengan curug. So, kalau berlaku tanah runtuh, so dia tak dapat untuk selamatkan atau tak dapat lari langsung.许来贤指出，发生土崩的营地属于私人地段，周围都是森林保护区，相关地段持有规划准证，但却没有与露营相关的准证，只是因为现在没有法律强制露营业者申请执照，因此当局也无法采取行动。这起土崩意外的死者遗体会送到双溪毛诺医院法医部解剖，目前当局还在鉴定死者的身份。Sekarang ni semua mayat-mayat itu masih di dalam beg, so kita belum buka lagi dan kita tak boleh kenal pasti lagi identiti mereka lah, sama ada kanak-kanak, orang dewasa, lelaki, wanita, semua kita tak boleh buat lagi. So di hospital lain berapa mayat lagi datang? Semua di sini. Semua setakat ini yang dihantar ke sini. Overall, from the incident 11 di sini. 11 di sini. Setakat ini hospital lain belum tak ada menerima. So maksudnya daripada keseluruhan yang berdasarkan maklumat awal yang Datuk dapat, berapa mayat yang 11 yang kita ada di sini. We're expecting more, tapi itu kita telah ada arahan supaya maklumat itu datang daripada sos yang satu sahaja. Ya, jadi kita yang pasti pada kita yang itu yang kita cakap.扎利哈今天在双溪毛诺医院召开记者会，指出法医鉴证组将会分成5组人员负责剖验的工作。他解释，只有取得警方发出的解剖许可之后，院方才能够剖验遗体，所以当下无法得知遗体身份。与此同时，卫生部也安排了心理辅导师在场，为有需要的死者家属提供辅导。巴东加里土崩事件震惊全国人民，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和元首后东姑阿兹沙对今天凌晨发生的悲剧表示悲痛，并向罹难者家属致哀。
国家皇宫在脸书发文指出，元首伉俪希望家属能够耐心和坚强地面对挑战和难关，也愿罹难者安息。与此同时，元首伉俪也对所有参与搜救行动的部门和机构人员表示感谢，并希望这一次的行动能够有条不紊、有计划地进行。陛下也祈求一切顺利，尽快救出受困人员。有关巴东加里土崩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本台记者陈维任。是的，那维任，你现在在现场，什么最新的消息？土崩事故灾区外面的现场哦，即便现在是天色已暗，刚才也下起了这个绵绵细雨，但是救援工作呢还是持续的进行。雪州消拯局总监拿督诺阿占刚才在5点多的这个记者汇报会的时候就透露说，搜救队伍是从今天清晨的两点半到现在有大约是18个小时，都是持续的进行这个。救援工作是没有间断过的，而灾区的范围涉及甚广，长500米，宽200米，深也有8米之深哦。据了解，就在现场呢，除了出动了数百名这个搜救人员呢，也出动了3台巨型的挖掘机以及多只这个搜救犬来去搜救这个埋在黄土底下的这个受灾民众。而但是现场呢，这个灾区的河岸持续的有这个流水哦，加上民众是埋得太深了，都是成为这个搜救工作的这个阻力。到场巡视的副首相纳杜斯里阿莫扎西呢，刚才在7点10分的时候就上来了最新的数据，在94名受灾民众当中呢，证实有21人已经罹难，剩余12个人还在搜寻当中，其余的这个61人呢是已经获救，多数的遗体呢都是在同一个区域，也就是在河岸旁边的这个营区被发现的，当中包括了至少4名孩童。那所有的遗体呢都是陆续的送往双西马诺医院了。也是天灾管理委员会的主席阿莫扎西也说呢，搜救行动呢将会持续的进行，直到12个人都被救出来。但是如果是下大雨的话呢，这个救援行动就必须立即终止，以测安全。他也透露说，首相纳杜斯里安华会在待会儿到的时候巡视之后呢，就公布针对受灾居民以及这个罹难者家属的援助计划。而刚才我们掌握到的这个最新消息是，首相安华会在大约今晚9点到这个灾区现场。阿莫扎西也不忘语重心长的就敦促民众，包括这个师生以及家长哦，现在适逢这个学校假期，大家势必会出去玩，但是出去玩的时候呢，就尽量避免这个高风险地区，也就包括营区啊以及河边，因为这个气象局早前就已经预报说，东海岸明天开始呢就会迎来强降雨。早前其他方面呢，就是早前前来的领袖也包括了副财政部长阿莫马斯兰、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尼可敏、天然资源环境及气候变迁部长涅纳兹米、文东候任国会议员雪弗拉以及亚楼候任国会议员沙西旦。好的，以上是记者在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消息，我也会持续留守在这里，就是跟进这个最新的进展，也希望其他的12名的这个受灾民众可以安全的被救出来。先把时间交回给棚内的主播。第一批进口鸡蛋已经从印度运到我国，以缓解国内鸡蛋供应不足的问题。网络费有可能降价吗？通讯部长大卖关子，要大家等待圣诞老人。像我们这家庭，只要有一个家庭
欢迎回来。执政联盟今天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未来五年共同组成由首相拿督斯里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是的，那谅解备忘录规定，执政党的所有国会议员在攸关政府执政合法性的议案中必须投支持票，包括信任动议和供应法案，否则就会当作自动辞职，必须悬空议席举行补选。共同组建团结政府的西盟、国政、沙拉越政党联盟、沙巴人民联盟和民兴党今天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共组联合政府，巩固团结政府的地位，确保政府稳定。And I think the commitment is of course to support a stable government, which will hopefully finish the term. And I think I am at least personally reading in the statement.And engaging with the party chiefs, I am extremely encouraged. There is trust, and there is, of course, trust is a major criteria here, and there is a firm commitment.谅解备忘录阐明，所有执政党在信任动议、供应法案以及任何攸关政府执政合法性的议案都必须投支持票。各党有责任确保各自的国会议员支持议案，否则投反对票的议员就会被视为辞职。政党需要通知议长、相关议员代表的议席悬空，通报选委会举行补选。团结政府会成立涵盖各政党代表的协商理事会，确保完善执行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件，在不破坏各党原则、策略和方向的情况下，让团结政府稳定有效的运作。如果各党出现分歧和误会，都会透过理事会和平解决。而在委任内阁成员方面，则是由首相和各党主席商讨之后决定。内阁和特委会的主席职务应该按照各党的国会议员人数比例分配。如果首相要改组内阁和撤换特委会主席，必须事先和各党主席商讨。另外，政府也会确保女性代表在行政体制内占30%。团结政府所有成员党也许下了18项承诺，包括捍卫伊斯兰教和国语的地位，确保三权分立，保障言论和集会自由，公平对待沙巴沙拉越，同时也要捍卫妇女和工人的权益，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广泛改革。加上全民党、和谐党以及两名独立议员，团结政府一共掌握148个席位，也就是2/3的绝对优势。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强调，各阵营会确保政府稳定，重点重振国家经济，按照联邦宪法公平对待各族，落实团结和改革议程，确保国人团结和谐，建立更包容和繁荣的国家。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已经同意暂时从外国进口鸡蛋，以缓解国内持续已久的鸡蛋荒问题。那第一批从印度购入的鸡蛋已经运抵我国，经过检测后证实鸡蛋不含任何病毒，符合食用标准，可在我国市场销售。农业部指出，检疫及检验局和兽医局已经为这批试验阶段的鸡蛋进行沙门氏菌、新城病毒和禽流感病毒验证，最终确认符合所有安全标准。当局指出，详细检测主要是为了确保这些进口鸡蛋是安全、干净、清真、不含病毒和保障国家的禽畜业。当局也指出，进口鸡蛋不是要对国内业者施压，而是要确保供应充足和蛋价稳定。一旦本地鸡蛋供应恢复正常，政府就会重新检讨有没有必要继续从外国引进鸡蛋。
日常生活用品供应短缺，国内贸易及生活费部将从即日起在全国推动为期一个月的 Obstalaja 行动，以了解国内日常生活用品供应和价格的实际情况，并制定立即行动框架解决问题。部长拿督斯里沙拉胡丁阿玉今早巡视秋节巴沙后召开记者会表示，该部门将动员2200名官员展开行动，而行动的三大宗旨是亲自了解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和售价，鉴定哪些区域的供应受到影响以及受影响的严重程度，并确认供应短缺的主要原因。透过这项行动，政府将制定立即行动的框架。不过他补充，单靠官员，有关人数可能无法进行有效的执法行动，因此要求民众和非政府组织协助，一旦发现违例行为，可透过国内贸易及生活费部的网站或 WhatsApp 发送短讯，或者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EASADUKPDN 向当局举报。沙拉胡丁阿玉也指出，国内的一些基本商品依旧短缺，但是整体情况已经逐渐好转。内贸部还在依据接获的信息，制定短期和中期战略计划。圣诞节即将来临，通讯及数码部长法米透露，到时候他将会宣布几项好消息，协助减轻 B40 和 M40 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负担。他指出，通讯部也关注涉及 5G 和 4G 网络的问题，并将和通讯公司会面，探讨如何制定更实惠价格以及提供更好的服务。Tunggu Santa Claus datang. Yeah.Jadi, tapi kita lihat memang isu internet, isu charge telefon, ya, ini antara perkara yang saya sangat prihatin. Saya tidak lihat isunya hanya sekadar harga, ya, isu rangkaian dan capaian itu adalah isu yang penting.法米在部门发表2023年新年训词后指出，某些地区存在服务问题，因为不是所有移动网络运营商在相关地区营运，因此通讯部已经展开研究，以便采取一些方案降低价格和提升服务质量。至于亚航500万名乘客和职员资料外泄的事件，法米指出，个人资料保护局和大马网络安全机构昨天已经到亚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检查，官员取走了一些文件和器材来作为调查用途。他也表示，由于调查工作还在进行，因此无法说明详情。在假新闻横行的时代，政府表明会和媒体公司合作传播正确资讯，同时强调会尊重以及保障言论自由及媒体自由，前提是一切必须遵守法律。termasuk juga isu kebebasanBagi pihak media untuk bertugas, it means freedom of the press. So we're very serious about this, and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an excellent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Media Prima and all of its many companies to make sure that press freedom is not only respected but upheld.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make sure that the laws are adhered to and our customs and culture.In Malaysia are respected.通讯及数码部长法米和副部长张念群今早拜访首要媒体集团广播大楼，参观了旗下电视台和电台，包括八度空间华语新闻直播间。法米认为当下的媒体环境存在许多挑战，虽然政府不干预私人公司，但是政府和媒体之间在各资和安全在内的领域上可以合作，除了确保发放的信息正确无误，也要有效传达团结政府的施政方针。柔佛苏丹伊布拉欣今天上午接见新任交通部长陆兆福，两人共进早餐，相谈甚欢。陛下的脸书专页上传了两人的合照，帖文表示，陛下今天在新山接见了陆兆福，同时一起享用早餐。文中也提到，在首相拿督斯里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中，陆兆福重掌交通部。不过帖文没有透露两人这一次会面谈了什么课题。称无意检讨国安法后招致批评，内政部今天表明愿意会见非政府组织以消除误解。
蒙古女郎阿旦杜雅谋杀案，法庭裁定我国政府等四造需向阿旦杜雅家属赔偿500万令吉。内政部长南都斯里塞夫丁早前表明无意检讨国安法，引起外界猛烈批评。那如今呢，内政部副部长南都斯里三苏安努亚就表示说，内政部是愿意跟任何的单位，包括非政府组织来会面进行讨论，向对方提供关于国安法的准确资讯，消除误解。三苏安努亚今天为玲珑地质公园嘉年华会主持开幕后指出，为了讨论有关的讨论呢，是为了避免外界对包括国安法在内的国内法律产生误解。他表示，当局准备好聆听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并开放和他们会面的机会，以便当局可以提供资讯，让他们是更加的理解相关法令。三苏安努亚补充，他们可能没有掌握准确的资讯，所以当局可以跟他分享资讯。他也强调，无论政府制定什么法律，都是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好，我们先来把焦点转向法庭。四名宾州议员入禀法庭申请准令挑战宾州反跳槽法受阻，联邦法院已经驳回他们的申请。首席大法官敦东姑麦蒙就强调，联邦法院已经在八月裁定宾州反跳槽法合法合宪，因此呢决定驳回挑战申请。东姑麦蒙透过视讯的方式审理这项申请时拒绝发出准令，他说联邦法院早已裁决宾州立法议会有权修订法规，决定立法议员的资格，那作为议会民主的一部分。根据宾州宪法第14A条款，一名州议员中选之后一旦退党被开除或被终止党籍，议席将被悬空。四名入禀法院提出申请的宾州议员分别是土团党的直落巴向区州议员祖基菲里、博旦区州议员卡利梅达、被公正党开除党籍的施布朗塞野区州议员阿菲夫和双西亚奇区州议员祖基菲。他们否认叛党，并表示宾州2012年反跳槽法被滥用来对付他们。
七名非律宾籍男子涉嫌结伙打劫，今早在乔治市地庭面控时都不认罪，法官批准他们每人个别以5000令吉外加两名本地人担保保释外出。根据控状，七名年龄介于37到53岁的被告被指涉嫌在今年11月13号下午1:30合伙打劫一名孟加拉籍男子，抢走了现金14800令吉，抵触刑事法典第395条文结伙抢劫，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最高20年及鞭笞。案件展延到明年1月30号过堂。一名警阶为曹长的警员涉嫌在2年前向毒品案的嫌犯索取2000令吉的贿赂，今天被控上了芙蓉地庭，但是他否认有罪，获准以5000令吉保外候审。根据控状，36岁的被告诺哈扎惹被控在2020年8月5号上午10:30在仁保马口推市亭附近的国能发电站前，向由他负责调查的案件嫌犯索取2000令吉，因而抵触刑事法典第165条文。一旦罪成，可被判处监禁最高2年，或罚款，或两者兼施。被告必须每个月前往芙蓉反贪会报到。案件则定在明年1月18号重新过堂。蒙古女郎阿旦杜雅的家属呢，向政府索偿1亿令吉案件有了新进展。雪州沙亚南高庭今天谕令政府和其他的三方必须赔偿500万令吉给阿旦杜雅的家属。阿旦杜雅是在2006年被杀害，三名起诉人分别是阿旦杜雅的父亲沙里布、母亲阿丹瑟瑟以及儿子巴亚古。2007年入禀民事诉讼，把两名前特警，就是阿兹拉和西鲁、政治分析员阿都拉萨巴金达，还有我国的政府列为答辩方。他们控诉蒙古女郎命案给他们带来精神和心理创伤，一共索偿1亿令吉。但是最终高庭法官瓦兹裁决，政府和以上三人需支付500万令吉给起诉方。朝鲜宣称成功试验固体燃料引擎，那分析认为朝鲜可能正在发展新的洲际弹道导弹。法国传出了严重大火夺走10条人命，其中一半都是儿童，稍后带你关心。
好，来看国际消息。朝鲜中央通讯社今天宣布了一个让国际社会紧绷的消息，那就是他们成功试射了一个高驱动力的固体燃料引擎，扫除了朝鲜想要研发新形态战略武器的障碍。韩国远东问题专家就认为，这显示了朝鲜有心要研发搭载固体燃料引擎的洲际弹道导弹，而这类的导弹可以更快速的发射，让敌人来不及反应。고체는사전에어떤어것을만들어놓고어디든지가있어서숨어있을수있기때문에은밀하고또그때그때바로주입시간이없이발사할수있는어떤신속성이있고그것을통해서생존력이아주높아지기때문에어떤액체연료보다고체연료가상당히우위에있는연료라고할수있습니다朝鲜媒体报道，他们是昨天在西海卫星发射场测试。那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也在场见证，似乎对新引擎的稳定可靠非常高兴。固体燃料引擎有诸多的好处，也因此呢被朝鲜政府列为今年五大军事重点任务。朝鲜更在今年试射了比以往还要多次的导弹，其中就包括了可以到达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俄罗斯军队今天又对乌克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多个城市的能源设施发动新一轮轰炸，造成电力系统中断，连公共交通也停摆。乌克兰总统府提醒民众不要无视防空警报，为安全起见，务必要持续待在避难设施里。乌克兰内政部随后证实，俄罗斯在这次袭击中发射了50枚导弹。接连轰隆作响的炮声从今早开始响遍基辅市中心，靠近被轰炸的能源设施更可以见到天空布满黑烟，防空警报不断作响，民众纷纷逃到防空洞避难。尽管目前还没有传来伤亡报告，但是乌克兰的铁路设施已经受到影响，断电停驶。此外，中部城市卡夫巴斯的一栋民宅也遭到炸毁，相信有不少居民受困在废墟内。乌克兰官方形容俄军的这轮行动属于大规模轰炸，从沿海的奥德萨到文尼察和哈尔科夫等地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炮击，而且主要瞄准能源设施，显然俄军刻意要乌克兰在断电下度过寒冬。法国东南部城市里昂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凌晨发生了严重火灾，造成了10个人死亡，那其中5个人是3到15岁的儿童，另外还有4个人伤势严重，起火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发生火灾的建筑物是一座7层楼的民房。消防部的初步调查显示，凌晨3点左右，大火是从建筑物的底楼开始烧起，随后蔓延到顶层。消防部接获投报之后，立即出动了170名消拯员，还有数10辆的消防车到场救援。土耳其东南部省份迪亚巴克尔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发生汽车爆炸恐怖袭击，一辆停在高速公路旁的车辆突然引爆，殃及刚好经过的防爆警察巴士，造成8名警员受伤，2名涉案嫌犯已经落网。Bu sabah saat 5:10 geçe sularında çevik kuvvet otobüsümüz göreve giderken park edilmiş bir araç patlatılarak saldırı yapılmıştır, terör saldırısı gerçekleştirilmiştir. Allah'a şükürler olsun. Arkadaşlarımız sadece...其中7名伤者已经出院，另外2人依然需要留院观察，但是没有生命危险。尽管2名肇事者已经落网，但是至今依然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这起事件负责。当局也还在调查嫌犯的干案动机，并相信这2人是早前牲畜市集爆炸案的幕后黑手。澳洲悉尼近期传出了菠菜污染事件，导致许多的民众食用之后呢，纷纷是出现了视线模糊、头痛，甚至产生幻觉的情况。
新南威尔斯政府接获民众的投报之后呢，已经把所有超市有问题的盒装菠菜下架，避免再有人食物中毒。其中一名消费者就投诉，他和家人吃了从某家农场生产的菠菜之后就陆续病倒，自己和丈夫视线模糊不清，家婆更是呕吐，还频频冒冷汗，吓得他们全家赶紧求医。新南威尔斯卫生局发言人皮尔斯较后证实，有关农场的菠菜不小心受到了污染，才会造成民众食物中毒，其中以儿童的症状最为严重，不但意识模糊，还出现幻觉。酒店里的大型水族箱突然爆裂，涌出百万公升咸水和上千鱼类，还得劳动消防员善后。每个作品都可以说是艺术家的心血，那稍后带您到菲律宾看看真的用血来创作的艺术作品。欢迎回来。面对道德缺失和叛乱谋反罪名的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罗，在未审先扣一个星期后，秘鲁最高法院星期四又宣布将他的扣留期延长到一年半，引起卡斯蒂罗支持者强烈不满。那包括首都利马在内的多个地区接连爆发反政府示威，怒火中烧的群众呢呼吁现任总统博鲁阿尔特释放卡斯蒂罗，并且解散国会重选。在警方大力镇压之下，这波示威浪潮已经酿成了至少十个人死亡。去年才在大选中险胜的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罗，虽然在上个星期三宣布解散国会，却随后被国会以道德缺失和叛乱及阴谋罪三度弹劾他。随后以现任总统博鲁阿尔特为首的议会继续召开，同时只是减掉单位拘捕卡斯蒂罗。
就在这个星期四，秘鲁最高法院裁定将未经审讯的卡斯蒂罗继续羁押长达18个月，以便让检调单位深入调查。这项晴天霹雳的消息引爆卡斯蒂罗支持者的怒火，人在警民冲突的暴力正在府罕有的颁布全国紧急状态，出动武装部队协助警方镇压示威，同时禁止各种集会。然而，政府的高压手段并没有让示威者屈服，他们坚持上街为卡斯蒂罗讨回公道。Espero que el pueblo peruano se levante y que verdaderamente haga sentir el voto popular, porque acá nosotros lo hemos elegido, el pueblo peruano lo ha elegido, un Congreso de la República no le dejó trabajar. 尽管民怨沸腾，但秘鲁最高法院重申，为了避免卡斯蒂罗潜逃，无意允许他保释外出，而卡斯蒂罗则坚持无罪，声称自己才是秘鲁的合法总统。德国柏林丽笙酒店大厅内设有一座14米高、全球最大的独立圆柱形水族箱。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这个水族箱不知何故突然爆裂。没有错呢，大约100万公升的水啊是涌出，那连带就把150条的鱼、其他生物还有杂物都冲到了酒店外头的街道上。Wir haben mehrere Personen hier vor Ort gesichtet.Zwei Personen wurden leicht verletzt in Krankenhäuser transportiert. Ansonsten haben wir also jetzt keine verletzten Personen zu beklagen. Es sind in dem Hotel, das sich hier befindet, noch um die 350 Personen. Die sind jetzt aber auch aufgefordert, ihre Sachen zu packen und das Hotel zu verlassen.根据酒店房客所拍摄到的画面可以看到，酒店大厅是凌乱不堪，消防员提着手电筒勘查。水族箱是在早上5:45破裂之后，柏林消防局派出大约100名消防员到场善后，鱼缸破裂的原因还在调查，而当局也已经安置好受到影响的房客。在菲律宾有一名画家叫做舍尔卡，他的绘画呢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呕心沥血之作。那因为呢他的创作材料都是来自他自己的血液。那乍听之下或许有些人会觉得恶心和毛骨悚然，但其实他会采用自己的血在画布上挥洒创意也是一种无奈。一种源自偏远地区爱画画的小朋友在找不到艺术资源下的折中方案。看着画布上酒红色的作品，你是否可以想象这是画家用自己的血液绘制的呢？Ako si Elito Villaflor Circa, mas kilala bilang amang pintor. Ako ay isang blood artist.这名菲律宾艺术家在过去的45年一直用自己的血液当作其中一种颜料，他熟练地把画笔沾上鲜血，然后在画布上创作。舍尔卡在距离马尼拉北部135公里外的山区农村长大，那里的教育资源匮乏，更不用说绘画的材料更是稀缺。如果要买材料，就必须耗费5到6个小时到另外一个小镇。就在这样一个创作极度艰难的环境下，舍尔卡利用手边常见的物品作为绘画的材料，直到7岁的那年才发现血液也可以作画。Yung duhat actually yun, kauna-unahan ko rin noon. Kasi yan hindi siya natatanggal sa damit. Pangalawa, yung kamatis, ganyan. Kasi yung kamatis, pag nalagyan yung damit mo, ayaw na rin matanggal. So lahat ng bagay na mansa sa damit, talagang iniipong ko yun, tapos yun yung ginagamit ko talaga sa pag-paint. Hanggang later on, yun nga, pag nasusugatan ako, ginagamit ko rin yung dugo ko. Akala ko kasi hindi na matatanggal yun, no.
之前只有在受伤的时候才会收集血液，如今舍尔卡每三个月就会到诊所抽血，每次抽取500毫升，并放进冰箱备用。52岁的舍尔卡表示，创作一幅画大约需要15公升的血液，并耗时至少5个小时才能完成。他有时候也会采用自己的毛发，增加作品的质感。而他的创作题材也在这些年有了改变。At unang genre ko yan, more on folk, folk tales siya. Then later on, hanggang sa sinimulan ko yung sa history ng bayan namin. Kasi mahilig ako sa history, then culture, the arts. Yan. So sinimulan ko yan, history ng bayan namin. Hanggang sa nung nagawa ko yun,gawa naman ako ng history ng Pilipinas. 对于用自己的毛发血液作画，舍尔卡有着强烈的自我投射，而且都是非卖品，甚至还发展出独树一格的生活哲理。Napakahalaga sa akin ng mga obra ko. Unang-una, yan nga galing sa akin, no? Blood ko mismo, yung DNA ko nandyan, no? Yung prinsipyo ko.At yung aking filosofya sa buhay ay nandiyan. Nabanggit ko nga na ang filosofya ko sa buhay parang tipong ang buhay ay bilog paulit-ulit, no? So...tool siya para matandaan mo yung nakaraan mo, parang ganun. 他目前的愿望就是要在100米的画布上绘制有史以来最大的血液之画，希望在明年创造健力士世界纪录。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华语新闻，我是杜文杰，我是陈丽婷，晚安，再会。